大家好，欢迎走进风之说体育。这期我们来聊一下李月汝啊，李月汝呢在刚刚结束的一场 WNBA 比赛中啊，又获得了出场机会。之前的两场啊，李月汝是没有获得出场机会，这次呢出场3分06秒，拿到了2分1个篮板，也是帮助球队呢是战胜了对手，取得了 WNBA 的6连胜。目前呢他所在的天空队也是排名啊 WNBA 的第一。确实这支强队呢给予李月汝的机会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有时候连出场机会都拿不到，1分钟都拿不到，有时候出场啊3分钟5分钟，就让李月汝上去找一找感觉。不管怎么样呢，李月汝其实在 WNBA 啊肯定是有所提高的。因为 WNBA 除了比赛还有训练啊，训练时像 WNBA 的训练强度是一定要比 WCBA 要更加强一点。所以呢李月汝其实在天空队啊这一年不仅仅在场上会见识到很多并且在场下训练中也会提高不少。其实现在的情况，李月汝也只能在天空队待着虽然说上场机会寥寥无几越到后面的比赛对于球队来说越重要，李月汝出场的机会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但是呢李月汝仍然要坚持毕竟这是他在天空队的第一个赛季。我们回想一下韩旭在自由人队的第一个赛季出场机会也是比较少，当然要强于李月汝怎么说，自由人是一支弱队肯定会给予各个球员的出场机会比较平均。但是呢天空队是以成绩为主李月汝其实现在并没有得到主教练的完全信任所以李月汝的出场时间每次都是几分钟。怎么说呢，中国球员留洋都是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一个主教练的信任问题，另外一个是自己的适应问题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经过时间的积累来慢慢的变得不是一个事情。希望呢李月汝还是能够坚持，不要自暴自弃，在未来 WNBA 这个征途中充满着各种的变数。李月汝在接受专访时也是表示自己希望像韩旭那样获得很多的出场时间来证明自己表现自己他到目前为止没有丧失这个信心，还是非常好的，希望他继续坚持下去，将来一定有机会是金子一定会发光的。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